今天是巴特在做一个这个2米8×2米2的一个框，在美国的一个非常老的框，它的先接触呢有点不对，今天我要加一个条，加一个什么条呢？就中间那个杠呢不对，但是连接是非常有意思，所以我在做这个东西。先把这个木头呢宽好是这样的，这已经锯完了，然后呢这个呢是安排到那个地方，然后现在这个地方打开把它塞进去，这挺复杂的，这东西这个螺丝呢要打开，看这儿，这已经打开了，这打开再看这儿，这个它是活动的， look 看，它这个螺丝呢从这儿挪到这儿，那么现在这个开这个，这个螺丝打开以后，它就进到这里面，这个很长的，它这么连接，这中间是连着一个铁柱，小的铁棍，然后这个呢，螺丝是这样的，非常有意思，它又到了，这又到手头，那么到头以后就从这儿就开始再往外推，看这儿。出来了吧，这出来了，能还踩紧，因为这个是很长，不行，现在可以了，但现在可以了，它还是有点连接，还是有点连接，到内再打开，好，打开了，它已经可以了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，现在的问题是